很大声，比较远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来听一下五楼更远的。五楼这里也超远。我跟你讲，你坐越远啊，你要越热情，不然我们会看不到你。五楼朋友来点尖叫声！我跟你讲，每一区只要是都很大声，让我们来听一下全部高雄人的尖叫声。不错不错，我跟你讲，这样表演可以继续下去。其实我们今天带了椰子树来，然后背景又是海边，又有恐龙，因为就是因为9453的 MV 嘛。我们希望大家来看演唱会是保持一个放松的心态，然后全家大小姐来看演唱会就是亲子同乐嘛，然后互相就是磨合感情。对对，那所以我们决定把下一首歌的要唱什么歌的权利交给台下的朋友，交给台下的朋友。对对对，你先随便选一个，坐在下面。我刚刚看到一个人的头发后面有用走的，来，你上来上，你上来上来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的头发。导播可以拍一下吗？你转过来，你转过来，摄影机在这边。哦，有，转过来一下。超猛的911，我刚在后面 stand by 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的头发，因为桃红色嘛，后面有颗911。好，那我们把我们三首歌决定唱什么的决定权交给你。你想我们唱什么歌？你跟我们讲。他想我们唱《痴情男子汉》，但是我想要唱《嫁给我吧》。嫁给我吧。因为你不是妹啊。对。但后来我们有聊音乐，就开始聊，然后就开始一起写歌创作。对，然后烧的东西也没有什么，很阳春的，阳春是。对，在家里自己玩，对，在自己玩，然后自己买录音卡，对，也没有到录音室去录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今天现场有玩乐的人吗？玩乐的话，举一下荧光棒。哎，不对不对，玩乐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其实有了，也蛮多的，因为不管你是玩什么音乐。只玩音乐这条路很辛苦，你知道辛苦在哪里吗？不止玩音乐，各行各业都辛苦，都很辛苦。但是玩音乐更辛苦是什么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每天要去看那个新歌发表留言，下面全部都是酸民在那边，酸民很多是不是？酸民在那边靠边，不知道现场有酸民，应该是没有。说不定今天有酸民，然后他们有个酸民之王、酸民公会，然后派来这边来看我们表演的怎么样，然后回去又一直干掉这样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他们来就是错的，因为我们是把我们的热情跟我们的热血。融入在歌曲里面。对，对啊，其实像我们已经，对啊，现场这么感性，这么感性，因为我想让人家知道，其实我们是很努力的。没有，感性要留在后面。啊，我不能相信感性。对，现在感性。好了，其实阿 Q 刚在私底下有跟我讲，他说其实我们玩音乐都已经玩到去加勒福尼亚。哦，加勒福尼亚。California。我们从台湾，然后你们已经玩到加州去了。你也是啊。你在那个卢勒佛尼啊，泸州啊，啊泸州是不是？台北就去，台北的卢勒佛尼啊，泸州。对哦，有泸州的朋友吗？现场有泸州的朋友吗？有台北朋友，哎，真的有泸州的朋友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谢和弦跟陈立久要先下去了，然后等一下他们会在那个后门那边等你们，然后你们俩顺便一起把他们载回去哦。还有车位吗？还有车位哦。你刚刚说我们到加勒福尼亚，他说 OK， 他说 OK 吗？那你们先去等车，那我们先去加勒福尼亚。好，好 OK。加勒福尼亚。所以我今天是来报恩的，你看。喂，那你穿那么漂亮，不是老婆，你要看一下我的头。这个像，因为我上次是跟春风比较有互动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今天刺了我爱九一，你看得清楚吗？你确定你不会后悔吗？但是，我发现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在你脖子后面。我脖子哪里有吗？洋葱，你把张无忌头发拿起来了。这我机械。张无忌是个春风。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有吗？对。我发现了，但是我觉得，在我们两个会觉得，会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？没有我。我真的很喜欢张无忌。我真的很喜欢洋葱的。开玩笑的吗？什么意思吗？年轻人会不会聊天？就是不会的。好吧，今天真的在高雄很开心。嗯。可以啊，在这个你们的场子，然后回来唱你们的歌。对。对。其实很多人说我们嘉宾为什么那么多，可以请到蒋慧姐。
其实因为有一天我们在那个海产店，哦，海产店，对，我在喝酒，然后佳慧姐有点喝醉了，什么东西？然后他就说，我们就说，佳慧姐你可以来我们演唱会当嘉宾吗？他说好啊，就全部的客人都在看，对，你知道我们南部人都是那么阿萨里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就是我们有喝酒，我也会说好啊，真的吗？要不然我自尊不够，我不是啊，你自尊都没有，是我们两个人讲那有什么用？喝酒失言的吧。我没有失言啊，我说来就来。哦，没错，真的很感谢佳慧姐，而且是推掉其他工作。哦，真的吗？再给佳慧姐来点尖叫声好不好？谢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爱春风。因为我喜欢911。哇！还有，因为在高雄。耶！对，高雄。开心。对。对。但是我还可以再唱吗？可以啊。其实你知道，我今天其实有点歌，你有点歌，对对对对，很好笑，因为本来那个佳慧姐我自己选了一首歌，对，然后洋葱看到了歌单，他说，但是我想听另外一首，他想听另外一首，对，然后佳慧姐就说，好吧，我想说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是你的场子，然后就是没有叫我唱其他歌手的歌，我都可以，是吗？开玩笑，所以洋葱点哪一首？相见，恨晚。好啊，你们下去休息一下。好谢谢。进我终于来到高雄巨蛋了。对。太开心了。对。而且，这真的是高雄所有的粉丝的热情吗？我超大方，超大方。来高雄就对了，你们真是太幸运的一群粉丝了。好险你们没有去台北。对，我正要说，台北虽然也很嗨，但是哦，美中不足的是。有一个假露露，只有高雄才是真露露，这个质感都提升了。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太漂亮了，受不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坊间哦，一直有个不孝艺人叫大根，对，一直在模仿我，试图在我生病或者是我有工作的时候取代我。没错，台北让他得逞了。对。然后居然还有新闻说今天会有真假露露同台，怎么可能？我拒绝跟他同台，妹妹，所以我已经封锁整个左营的高铁，不让他来高雄。对，太好了。要是今天大根还敢来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话，怎么办？我就公主抱洋葱。我服了，不是吗？讲好，几秒？五秒就好了。他80公斤呢？有八十，你把他体重讲出来了。七十啊，记错了。七十，谁相信啊？几秒？5秒？五秒啊，五秒啊。好，五秒。好，五秒。那你干嘛讨论这个？他又不会来。哦，对对对对。我都已经拒绝他。我想看你抱。那好，不然你来试看看啊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大根。没有吧？没有啊，我知道。讲他的名字，他讲不出来。让我欢迎乐乐。哎，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哎，对啊。好。因为我们刚只唱一遍歌，但是等一下，我还是很想看你公主抱洋葱。我要以后都有机会，以后有机会，会受伤好不好？以后有机会，毕竟我现在这么纤细，对，穿高跟鞋。Hello， 拜托，好，因为刚只唱一遍歌，我们还有第二遍歌，在第二遍歌之前，我要再郑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高雄粉丝大家好，我是。我的大腿好粗哦，我的大腿真的好粗哦，比路卡还要粗哦。你那个小小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你们为什么还尖叫？因为他们跟我有感情，你知道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吗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我是你巨蛋的前辈。你巨蛋的前辈，我都已经化成这样了，你就拿来一模一样的衣服？很简单啦。服装是会借啊，有件事要提醒你，你先不要气了。刚刚是不是有人说要公主抱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记起来，记起来。公主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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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声一点，不然露露真的不会抱。公主抱，公主抱，是露露抱洋葱，不是洋葱抱露露哦。真的假的啦？
你真的假的啦？一二三，五一。说话算话，说话算话。你还好吗？欸，高雄哪里有那个是油干不油味的？欸，空巴空的都一样。还好吗？小心小心。洋葱，怎么一个年你过了，怎么又变更胖了？你妈没啦？欸，洋葱妈照顾你照顾太好了。你怎么这么喘啊？那边还能翘吗？还是我来唱？我跟你唱，你很烦欸。有五个字可以形容你这个人，怎么样？臭不要脸！臭不要脸只有四个字。啊，对。他还好吗？他是不是傻了？好累哦。他是不是吓坏了？很好了。好，继续唱吧。我现在有第二遍歌，我要继续唱了。第二遍歌可以给你要 Q 吧？哦哦，你是不是觉得说第二遍歌我会把你抢走风采，然后去 Q 歌，对不 对？不可能，因为他是师和学妹第一次来，第二遍歌我会让你 Q。你知道为什么第二遍歌我会让你 Q 吗？为什么？因为。虽然说没有拍得很好，就拍得很烂，技也很烂，对，就是演技很烂，但是我们是要表达出我们自己心中的那种在玩音乐的感受。对，那时候你说你想要办一场巨蛋演唱会，我说会有谁来？不可能吗？顶多你爸你妈，我爸我妈，你妹我妹，然后呢？我姑姑，春风如果有空的话，勉强会来一下。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跟他不熟。对，其实以前我们在一个铁皮屋上面，然后那个铁皮屋为什么要叫铁皮屋呢？因为它是顶楼加盖的一个房子。对，然后晚那个夏天的时候很热，很热；冬天的时候超冷。你讲什么废话？铁皮屋嘛，铁皮屋嘛，对啊。但重点就是它是违建，然后是加盖。那我们被罚钱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，那就好。因为那间房子是我们经纪人。他也是我们的老板，他叫阿迪。萧峰记，萧峰记在哪里？导播 take 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不是我朋友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阿迪在哪里？阿迪，你回首一下 ，Dave 再 Dave 一下 ，Two Dave， Three Dave， Four Dave， 好了，不要玩。其实因为当初那个铁皮屋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大哥，他以前是台中一个。TTM 饶舌团体的成员，对，其实他们是台中第一团的饶舌团体，对，也是我们的前辈，对，我们的前辈，对，他其实很用心带我，因为他完全没有在当初前五年我们还没有出来投票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跟我们投任何东西，哦，对，他就是付出那时候就是要把我们推出去，而且那时候他一天叫我们写好几首歌，啊，不，一个月叫我们写大概30首。一天一首，对，你一天一首就写得出来，对，我们都那时候连臭豆腐啊乱写啊，什么蚊子被蚊子咬啊也写啊，你写歌，对啊，然后受伤，还有他有一次被蜜蜂叮到头，对，他也写了一首被蜜蜂叮到头的歌，对，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，叫洋葱蜜蜂，被蜜蜂叮到头，没有啊，歌名叫做7月5号我被蜜蜂叮到头，对，你们回去找一下，很好笑，很好笑，应该也找到，因为那时候阿迪呢，因为那时候那个铁皮屋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他就是有一个空间，对，连电脑都没有，连沙发都没有。哦，沙发。说到沙发，那时候我们要去，因为我们两个人，他想说有客人要来这边做歌做音乐，那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。对，所以要把他心爱的狗啊，他有一只狗叫做 Billy， 对，他把 Billy 拿去换一组沙发，对，然后换给我们坐，对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那只狗，谢谢阿林，对，谢谢那只迪迪，迪迪，对，谢谢迪迪，你让我们有沙发可以坐。还有，其实除了阿迪以外呢，我要感谢我们混血的同仁，混血同仁是哪里？混血学生叫这边啊，全部都在这边吗？对。其实很多人都在说，为什么唱歌唱到现在好像有点知名度了，不继续把我们自己做得更大，做得更着重，那为什么要带？底下的一些朋友出来唱歌，
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原来那些朋友都是从前我们从没有到有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陪在我们旁边。对，他们就是会一直陪在我们旁边，所以他们当然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有一个想要当歌星的梦想。他们也很努力，想要唱歌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开一个混血公司，就照顾我们台中的朋友。187，跟我们混血来点尖叫声一下。还有今天的赞助厂商虎牌啤酒，谢谢你们。还有山羊威士忌，还有以及我们的好大哥、好朋友马吉大哥、王立成大哥，他们今天那个舞团啊，都是他们自己出钱。因为他说他想要来听九一的演唱会，他也很久没有表演，所以他把这机会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真的感谢马吉大哥，给他掌声一下，谢谢。还有超级圆顶、葛姐，以及元活娱乐、川哥，以及我们这次的演唱会导演阿欧，阿欧在哪里？导播，你可以到，他应该在控台哦，控台那边，你可以拍到他们这个，举手一下。他真的很用心，没有以上这些人的话，我们今天真的没办法办出一场演唱会。对，上次我记得我们上升台北小巨蛋，我们那时候庆功宴嘛，然后我和阿欧两个人都喝醉，认识我都知道我喝醉是什么样子，就是会讲一些理想。我不会踢打，会，有时候会踢打，要看你喝什么酒。对对对，我就跟阿欧聊一些理想，然后我们聊什么呢？其实我们都忘了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喝醉了。对，我们只知道我们要一起把这演唱会弄好，以及加配。谢谢你们，希望之后我们如果还有演唱会的话，希望这些赞助厂商，还有我们合作过的朋友，以及今天到场的嘉宾朋友，你们都不要忘记我们，你们可以继续听我们。我们这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世界巡回吗？对，世界巡回。最后一站，台湾是在世界。我们从台北、台中撑到高雄，算是世界其中的地方。反正世界也包含台湾嘛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，我们站上小巨蛋跟巨蛋的梦想。先不要急着尖叫，因为都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，我们才有办法找到这些赞助厂商以及挺我们的人。没有你们现场这些朋友，我们不会有今天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送给你这首歌，再会中港路。就